我要猜正妹，欢迎三号出场。 老娘说了算，大到小的衣服穿越路短丝，就一定要再走的活啊！好像疯了，都已经走到火车站了。对，我的衣服还在后站呢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要下班之前，我这样绕一圈好了。哎呦，孔雀啊，孔雀开屏，至少现场可以扫干净一点，拖地也算拖干净了。哎。 牙齿弄漂亮，是会变成咸的耶。牙齿有多么的重要，是不是变成健康咀嚼之外，其实它那个美丽的一部分呢。对，对不对？它是门面，门面。所以今天来的几位的女生，到底以前你要说她是龅牙妹，是，到底要整了没有？哎，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？整不整？其实有多重要吗？其实蛮重要的，非常有没有整，基本上要两件事情哦。一是要有钱，对哦，真的不便宜，对；二是要有时间，对；有钱要有闲，对不对？你这种牙箍妹肯定一弄要三年，三年，你都可能哦。花时间，不然看你有多歪哦。对，歪的越多，整的越久。哎，不是，我后来听
在现场是谁啊？多漂亮，漂亮的，很啊，多漂亮，她漂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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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乖乖乖，都一直在笑，都有整过啦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有四位美女啦，到底他们做了没有？但是我跟你讲，看就知道了。我跟你讲，前一阵子我们有个粉丝哦留言哦，都会讲说，有一次我们真的是四个全部都已经做完了，对，就是丑小鸭全部都是天鹅，对，粉丝就在那边讲一个风凉话，讲说，哎呦废话，一定全部都是天鹅的啊，哎，我在想为什么他自己写哦，他说他后面还要访问呢、啊，如果都没有半个人，他要访问鬼啊，哎呦，哎呦，看到你找到你的，我觉得。粉丝很厉害哦，谢谢你哦，给我们想法哦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是我们五个都要猜，今天的刑具是什么？牙箍，牙箍，牙箍，那个叫做简单的称叫撑牙器，这个很酷，就是把你整副整副牙齿连牙印都要露在外，就是口腔的鸭嘴器啊。等一下，不是一个用到底吧？哎，是的，你也是，你自己穿说是用到底。你以为我会担心你吗？我更担心我自己，就是我用嘴唇一直这样子。不会，可是天鹅的牙齿很好看啊，而且李毅有了头饰，变得好秀气哦，美起来了耶。而且刚好像日本妹，因为真的啊，哇，他以后都有了，有。我今天是公敌。待会如果万一你输了，你可以用脚戴牙套吗？可以先洗脚。好了，来来来，起来起来了，要拆了这个，太好了太好了。那一号谁去介绍？没有介绍，没有介绍，就我们看相片，觉得就没有介绍，就是问问题嘛。对啊 ，Let's go， 就这样子，还没有整之前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可以问一个题目嘛，对不对？问一个问题。从这样看的，我觉得这个女生应该很时尚，
还被选上。他那个眼神，那个眉毛透露出来就是很有杀气。我觉得这个女生应该是复仇型的女人啊，复仇型。哎，你不要小看。把自己变漂亮是一种复仇，哎，是，对不对？他是那种复仇，你以前我演做白，我现在要报仇那种，给你看那种人，有可能把自己弄得漂亮一点，来复仇，有这种人，好不好？猜拳，猜拳，猜拳，输的去猜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你们三个输啊！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就你去了。凯哥，那你是想问他绰号吗？对啊，你就问他小时候绰号叫什么。等下这是问问题还是要猜？要猜。啊，猜的可以问，猜的可以问问题而已。输了，猜的人问一个问题而已。问问题，问问题而已。问问题而已。吓死我了！没有，说了算了啦，管我。说了算了。好，你去哪？去哪？去哪？我去是。要顺便猜一猜啦。那我出发了。哎呦，不进。等下有人在庙那个东西，别那个。我都是没人打鬼。好低啊！这好低，好低，不进，没礼貌。这个鬼的，我给我打丢了。好了，来到才是不进。问了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你小时候的外号叫什么名字？大家叫小时候叫你什么外号？我高中被我喜欢的男生叫龅牙妹。哦，好，没有悬念。你看这个，完全正确啊！他意思是说，现在有没有做，但我跟现在没有关系啊。对啊对啊，他以前叫什么有什么关系？我们现在来的四个，以前都是戴牙套的。对啊对啊，以前都是龅牙妹。我跟你讲，屁睡妹啊，他小时候被他喜欢的男生叫龅牙妹，然后他就因此心里面种下这个阴影。复仇型的女人，对，就去。哦，就是说我说的是对的。对，所以你要猜他是，他有做。所以他现在是龅牙妹呢，还是正妹？正妹，正妹，正妹吗？正妹。好了，我们欢迎一号出场。拜托你，正妹，拜托你。出来！干嘛这么生气？我生气，生气，好好哦。是不是正妹？你假的消炎啊！哇，腿好漂亮。我也。有没有想到话得罪到你吗？不是，你现在有做，你有做？有啦。对啦，他有做啊，他做好几年了吧？那张照片是多大的时候？十八岁，长相，十八岁长相，我真的从那一张看不出他牙齿好跟不好，我就说看不出来，完全看不出来，没有看不出来，其实他真的有点偏外啦，有啦，女生一点点这样就不行了，你没有很厉害，对不对？还是真的很厉害，你有87颗牙哎。你有87颗啊，一个才28颗，还有87颗哎，不是，他说他拔了8颗，姐姐，那是鲨鱼啊，别跑那啦。我想说，哇，那我你在做厉害，一个人最多28颗，他87颗哎，拔了那么多了，哦，那87颗牙做成标本来研究了。他嘴巴含起来都含不住，多满，全部都是牙，拔了7颗，对啊，拔了7颗，所以他等于是只剩21颗牙，嗯，所以小时候人家都叫你龅牙妹，对啊，气死了，也没有，因为就是那是遗传性的，所以待会慢慢了解好不好？好，因为我们做这个单元啊，最受欢迎的内容就是他们以前很辛苦，嗯，后来中间我们经过什么样的这样辛苦的过程，然后变漂亮了。你知道，或者曾经被霸凌，让人家疼惜那一段，很励志的故事，很励志的故事，怎么走过来？那先欢迎安琪，请坐，欢迎，接下来真的是真的二号吗？好，这个照片拍的比较明显啊，对，还有龅牙，真的有龅牙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咬合真的有前排跟下裂有没有？对，上裂跟下裂的确真的有落差。哇，这个是真的有需要去整一下。哎，这个哦会影响到健康呢。你会哦，咬合不正嘛？对对对，咬合不正，然后吃东西哦，那个嚼不碎。你看他的上排几乎已经快要把下排有没有都快要包覆起来了，真的。他牙齿很飞耶。而且有人讲说，如果牙齿太龅的话，你都不去整的话，影响到你的智商。对，有这个说，有几说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只是说你咬合不正，对，因为我们人的智力要完整的发展呢，你要咀嚼够数量，对。可是因为你没办法正确咬合，所以它就不会正确去嚼它，所以你的智商会少掉。而且很奇怪，你每个部分都有关联，就对。对对，你正知道牙齿龅，拍照的时候眼睛就会闭起来。对呀，太爆眼睛就闭起来。你看他，对呀。他把他的眼珠都要闭起来。他也会睁开，好不好？但是你给镜头看，你给镜头看一下。镜头看，你看，他也不爆，他眼睛也闭起来。我是眼睛。
小，你眼睛小，再选，他选去问啊，输了直接去，最大压力，我好怕哦，压力啊，先猜了，先猜了，现在最大压力不是猜对猜错，是说不知道问他为什么问题，哎呀，好怕哦，而且这个是处罚，是我有史以来最怕的一个，哎呦，而且好丑哦，好丑哦，大家不要怕啦，而且哎，请问这样我到底怎么主持啊？你们有点良心好不好？没有带一下下啦，他有没有要带全部？带20分钟。对啊，而且你过了关之后就可以拿下来了。对啊，他要让我们拿下来之后，你就是我觉得有个问题可以建议一下，就可以问他，就是问他除了臼齿之外，还有没有拔过牙齿？因为我们在矫正牙齿的时候，其实会拔门牙跟犬齿旁边的牙齿把它拔掉，所以矫正要拔犬齿。对，犬齿旁边的牙齿，所以如果他拔过臼齿以外的牙齿，就很有可能。真的假的？这一局是一个坏差吗？禀告天后，那个臼齿跟犬齿都是不能拔的。对啊，是犬齿旁边的牙齿。哦，犬齿旁边的能拔的是是不是智齿？智齿最后面的跟小臼齿。可以拔的，可以拔，是可以拔的。对，智齿要拔。对，所以也是要问说，好了，他好了，最重要是到底谁要外岔？是他呀，是 CC 要不要？你要不要外岔？来啦，很难哎，好不好？来，一起来，开拳，多一分机会过去，搞不好我们今天可以全身而退。对啊，哎，真的哎，有个不怕死的，我们把导播也叫下来，第一波老师都来啊，对不？好不好？我们每一段都拉一个人来，这样。剪刀石头布。哎呦！哦，石头哎，什么鬼默契啊？好可怕！剪刀石头布。哦。剪刀石头布。哦。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，哇！你是我看过的 switch， 搞不好我会猜对啊！啊，对啊，对，他猜对，然后就是他猜对谁？猜对谁带？你就带啊！我谁带？那前面你们两个在差不多。对啊，是啊，对啊，他带着你带啊！你们两个是外差。对啊，他猜错没事啊，是他猜对，你就要带啊。不要以为我不敢把你头上那个摘下来，不但把你头上摘下来，我敢把你脸抓花。没有，我是跟他外差吗？是啊，不过你刚刚一直说外差，因为这规则是你定，你刚刚说老娘说了算啊。对啊，天后不要怕，他不一定会猜对啊，这个很难猜，这个是难的啦。天后你去猜，可以的啦。他心里面已经有答案了，嘴一开就过了。你有什么问题问他？好，那我问喽，请问。你有拔过智齿以外的牙齿吗？有。哦，有。不是，哎，他小时候也换过一次牙，换牙的时候也要拔牙。换牙齿是自己会掉，自己会长啊。乱讲，要拔牙。对他来讲就是有换过。哇，这问题白费了，废题。他是正妹还是龅牙妹？你决定好了吗？决定好了。对，他是龅牙。CC，你的决定是他是对正妹。正妹，你要倒数了哦。那你就是龅牙妹哦。这个女生前面一直说很尊重我，然后怎么一直这样硬这样往上玩的。我老早就跟你讲，而且她连问你都没有问你哦。我老早就跟你说社会病了啊。对啊，你什么时候说的？你是现在才说的。我只能说霞辉是溜溜球球，霞辉是溜溜球球。有气也够吧，就。跟你讲一下，我觉得我不妙了。制作人现在非常的嗨，非常开心。他现在不在嗨什么？他现在整个睾固酮分泌，肾上激素暴增。哪里风险？什么？就送一人拿一个。好了，他决定好了。CC 的答案是正妹嘛？对不对？好想看。我的运气到底是不是这么的好？念你，欢迎二号出场。你调查整牙妹奇葩问题，笑翻天后。我要去猜，是不是？好猜，这个问题啊，吃玉米的速度会不会很快？啊，很累的。对耶，你吃玉米吃得快吗？什么问题呀？快。
放上去之后，吹，从这边吹到那边去。对，休息，吹下就好了。这样我先试一下哈。真没有气，我先讲，这样是没有气的。要用力一点。通常是嘴巴要集气。对对。你嘴唇撑开了，这样哪有气？天后，你要从丹田运气上来，喉咙的气。而且天后，你吹的时候头要往前。手要这样就哈巴功有没有？你好会说风凉话。等一下，我帮你弄他，等一下我帮你弄他。我现在血压很高，这是正常的。哦，啊，李毅帮他弄，帮一下啦。李毅帮他会比较好吗？嘴巴打开啊啊啊啊！大一点，再大一点，再大一点，再大一点。哦，快来了。吸口气的，他是用你用鼻子吹好了啦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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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让他跟你讲，你是雷大富。站起来！别让他加油！再给他一口气，快点！再往前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吹吹风，天后。下来，那这样怎么办？谢谢。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子吗？因为我们就剪你刚刚有吹的那个画面，一直重播，一直重播。至少你有吹的心就好了。对了，对了，我们有看到就好了啦。你有在本啊，那个。哎，好伟大，好天后。你摸摸脖子，是不是全身都是汗？都是汗啊，对啊，哦，好辛苦哦，天后。超湿。哇塞，你整个流下来了一整条哎。我超湿哎，哇，好辛苦，要超湿哎，金姐，你真的好认真哦，我们真的好感动哎，哎，我认真吹哎，吹的都，金姐吹到自己都湿了，流汗都湿了，对啊，接下来三号喽，哎呦，三号剩下谁？我们三个啊，那就我们三个了，啊，有没有在外差？哎呀。男生一个，男生一个，好不好？边边感觉很懂，边边好了，边边好不好？边边一定最有经验，最有经验。然后记得哦，他们先猜，他是外差的。好 ，OK， 我先猜，三个先猜，好不好？剪刀石头布，哎呦，一样啊，好危险哦！剪刀石头布，哇塞，好可怕！哇，你们是有套招是不是啊？剪刀石头布。玉林哥，剪刀。等一下，我先想一下他的拳路啊。他的拳路，剪刀石头布。哇，我要去猜这是。这个好猜，这好猜。你可以问一个问题啦。我跟你讲啦，有一个偷鸡的方法，但你问他说你以前可以吃坚硬的东西吗？这样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你因为加牙套的人不能吃硬的，吃玉米的速度会不会很快啊之类的？会。对。因为我们牙要咬，容易卡牙缝吗？对，对不对？你吃玉米吃得快吗？什么问题呀？你回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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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自己问完。我可以先回答我的，我都一颗一颗剥。到时候要的，你们都知道我讲过一颗一颗剥嘛，所以在讲完之后，他可能这样回答哦。好了，三号，请回答。很快。很快。你看他讲话的声音很快就表示他弄好了，对，弄好了。嗯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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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一般来讲说龅牙有没有？嗯，龅牙在刮玉米最快，啪啪啪这样子，像土拨鼠一样，或者在吃西瓜有没有？他可以这样烤哎，用挖的烤哎，有道理，对不对？
所以有可能他现在就没有整。林毅现在是完全而且他没有露牙齿，这很难猜。这么简这么明显，他这么龅牙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对啊，你们看他快包不起来了。他都快包不起来了。反正他照片包不住火，你没听过？反正照片包不住牙了。龅牙的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鸡蛋在蜜也有缝。今天来的四个之前一定是龅牙。对呀。只是只是现在有没有矫正完？我好紧张，你想猜什么？你想猜什么？我想猜美女。那我就猜美女。所以对面是你反面吗？因为我很衰啊。好好好。所以我要顺他跟着他走。但是上次你的就是很衰反面，有没有？嗯。就输了。所以我这次听他的话。哦，你跟运气好。对，我跟运气好，运气好。所以你要猜美女，那他就是龅牙妹。龅牙妹了。我要猜正。好，那边边就是龅牙妹咯，欢迎三号出场。好漂亮哦，好漂亮哦，好正哦，来来来 ，Andrea， 对不对？来看前面，看前面，她好漂亮，胸部隆多久了？他是弄牙齿，哦，做这一集哦，对，他是弄牙齿，我热昏了，我热昏，肚子歪，对 ，New bra 都掉了，真的，你牙齿之前很爆，很爆哎，有外号吗？有啊，他们就说我是仓鼠，然后说我像《玩具总动员》里面的坏小孩的阿雪，啊，仓鼠，因为我只有一颗爆出来。一颗爆单颗的，爆单颗的，哇，那不容易耶！爆单颗，单颗怎么爆法？就是牙齿从这边露出来，然后爆不起来。是哪一颗？门牙还是哪里？门牙。门牙一颗在外面呐。对。就一颗在外面呐。对。这么任性啊！所以那个前面都已经是真的了。是真的。对呀，而且你五官真的很漂亮。好漂亮。而且我现在突然觉得我很对不起二号。完全没有访问到二号，因为你忙着惩罚自己啊。二号，二号，二号，等我一下啦哈，待会还是访问哦。丫丫，对不对？丫丫，丫丫，丫丫，丫丫啦。好了，那么安心请坐哦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有更好看的来了。边边请就位啊，边边你要跑去哪里？边边，你为什么要离开啊？干嘛回位置？你以为天后记忆力不好吗？对啊，边边自己都戴牙套了，还在搞那个？哎呀。会来了，加油，边边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边边都已经戴三年了，他看很厉害的。边边是我们这里面颜色最漂亮的，对，哇，非常非常的粉红，哇，你戴的好标准哦，对啊，好标准，牙齿露出来，好，来开始吹吧。小心哦，你这会岔气，会得到内伤。不要空有粉红色，你至少要超过金姐，超过金姐就 OK。你还有鼻孔，不要忘了。他嘴巴要张开，他只还在讲话。对，等一下，问你，你唱一首歌，我让你过。撑牙器惩罚太难堪，沈玉琳当场崩溃。谢谢，还有辛苦，
哎，现在你们两个呢？不要外差了，你们两个就差，其中一个嘛。对啊，剩下一个。他们两个就单差。对对，你们两个其中一个来。所以我们猜，如果猜对的话，输的另外一个也反面。对对对，我那要猜赢哦，也不会感觉这个很好猜哎，不一定哦。这很好猜。这一个，他的问题出在牙龈吧？我猜，对不对？整牙齿不会整到牙龈，没有，你要看到是牙龈啊，他就对对对，吴尊牙，对对对，吴尊牙，对对对，吴尊的牙龈这样子。好，来了，两个准备了。那你们赢的去啊，赢的去，你们决定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自己决定，赢的去猜啊，另外一个就反面，好，好不好嘞？剪刀，那就对了，剪刀石头布，我赢，一起猜，两个一起去，一起来，一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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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呀，来吧。 所以应该玉林哥要问什么问题？算了，再不用问了，问了一次于事无补。对啊，问他吃玉米多快有什么效果？对啊，我觉得他没有改变啊，就是抽你。对啊，不是，龅牙。对，龅妹啊，龅牙妹。真的可能会四个全部都正妹来吗？好了，来吧。所以你觉得是玉林哥，你猜的，请问四号他是龅牙妹呢，还是正妹？那洪都拉斯大哥就是你的反面哦。来吧。好了，就是爆的喽。好。 到底是正妹呢，还是龅牙妹呢？欢迎请出场。没有，你真的翻掉，很漂亮。没有啊，是超漂亮的。哎，不是，你怎么去处理一下？你去戴个牙套进去做啊？对啊，知道吗？对啊，他是，我帮你出钱，你去弄。没有，他的牙齿已经接近完美了。对啊，接近完美哦。而且好漂亮。而且我看一下。 你本来是处理牙龈对不对？因为刚看到牙龈真的有点太薄了，牙齿很小，但是牙龈哦，牙齿小颗，对，先吹，好不好？你还猜赢哎，哇，要谢谢你啊！进去，哇天哪哎，怎么感觉一根哇，牙齿要露出来，你们牙齿哎，不是，不要勾到牙齿啦，勾。 嘴唇而已啦，不是啦，牙齿可以合起来，牙齿可以合起来，牙龈啊，对，他没有上排的牙齿啊，你这么急着要吹啊？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 我要死掉了！你是那个姿势，你要先用蛤蟆功往前跳，助跑了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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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喝唱完嘞，马子狗哎，大家笑成这个样子，大家要不要去睡觉啊？那晚上睡得着吗？为整牙付出代价，惊悚事迹令众人惊呼。那牙套最痛苦是什么？就是每个月要回诊要去调，然后不能吃自己想吃的东西。但有一次还蛮 shock 的，就是吃那个空心菜，觉得没什么事。但是它就是一段这么长，然后一半卡在牙套上，一半卡在。最艰难的任务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喉咙痛，然后肚子快破掉了。对对，好，好好访问一下他们这样子。哎，竟然四个都是美女哎！哎，小佳，你应该花不少钱哦。嗯，牙齿花了蛮多钱。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说，你知道吗？牙龈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。对，他牙龈的话就是打骨钉，然后就是要就是。把它往上拉，因为我牙齿比较小颗。那鼻子会去哪里？鼻子不会动，
它就是牙齿牙龈的固这个距离而已。我懂了，就是牙龈这边，哎，牙齿比较下面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他把牙齿往上推，对，但往上推不就是推到肉里面去，还是看到牙龈呢？它可能就是有空间，我也不知道它怎么用，反正它就是你上面、下面可以跟到哪里，上面就可以到哪里，就是下颚跟上颚这样。医学的进步，所以那个牙齿还是你自己本来的牙齿，是我自己的牙齿。那不是你的牙齿很小颗？现在做的是贴片，因为我拆完牙套之后再加贴片，对，再加贴片。所以你前面光那个，所以那个前面是需要就是矫正，矫正一般矫正多久时间？大概三年。三年呐，我比较复杂一点。三年呐，对，有拔牙吗？实际上拔一颗，但是因为我还有其他假牙，因为我本身的牙齿不太好，所以就把假牙拿掉，所以是一般人的四颗的距离。哦，那小时候会因为你刚刚之前就牙龈比较多，有时候我们经常开那个吴尊的玩笑，但是我心里很受伤。我对，就是我们就经常讲说，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遇到的事情，他有了，那我们在开他的玩笑，其实有同样状况的人是受伤的，是，对，会很难过。那你会建议吴尊去整牙吗？会。不行啊，他整个就不是吴尊啊。对啊，他唯一的特色就是对啊，也可以，就是他的特色。但现在即使你现在已经不是牙龈妹了，以前人家是应该叫你牙龈妹吧？那他们就说，你不要笑比较好看啊。啊，搞得你都不敢笑。对啊，对，我都不敢笑，我都只能微笑。但是他们说的没错啊，吴尊不笑多帅啊。哎，吴尊其实蛮帅的，帅的，他一笑起来变陕西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所以即使现在我们在开吴尊的玩笑，你会心里会受伤吗？其实会有一点，就是可是因为你们那很多都做效果啊，其实他心里也是会有一点。算聪明人哦。对，做效果没关系。他算了解的，对，做效果。但是我就说痛有没有？有时候是痛在知道的人的心里面。对，感同身受。你说会不会过去？不太会过去。对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你从小的志愿就是我要把牙齿全部都整掉。对，这是第一志愿，还有第二志愿啊。第二志愿是什么？隆乳。真的吗？哇。那要多少年好了？人生要一直有不断目标啊！所以第二志愿还没实现，还没上位，上位。那你们几个女生就标个会，帮她弄起来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安琪不用。那那个 Andrea， 你的第二志愿是什么？第二志愿嘛，割双眼皮。哎，你这样很漂亮哎！你不要，你很漂亮哎！有时候一割一割，把它弄潮成你这样很漂亮哎，真的不要了，够了。但小时候有没有讲说你怎么样？有啊，就是小学的时候就被男生当着面骂说丑八怪龅牙，对，他就是那个一颗在外，就是一这样子一颗吗？还是一排？一颗而已，一颗好尴尬。那所以人家说像仓鼠是你，对，谁说你像仓鼠？同学啊，对啊，然后爸爸说像乡下的老鼠，都这样说啊？我以为爸爸生气耶。爸爸说你是乡下老鼠啊？对，他就说表面很漂亮，然后你怎么跟乡下的老鼠一样？哦，而且那时候真的一定很多人笑你，很多，真的。那有男生就举例来讲，你有没有喜欢的男生啊？暗恋的男生啊？有啊，就是大一的时候喜欢一个学长啊。你到大一还没做啊？还没教啦，做牙齿还是做什么？不是不是，我的意思我不是说做那个啦。你把盖骨粘在嘞，我是说，通常在美国13、14岁就赶快把他那个牙齿矫正掉了。对，他到大一还没去矫正，真的也太难堪了吧。我是大四的时候走在路上，然后被一个路人的阿婆，他拍我肩膀说：“哎，小姐，我觉得你的背影很完美，但是你的牙齿实在不好看。”你要不要请你妈妈资助？我都看不下去啊！对，他希望我请我妈妈资助我去整牙。啊，那你旁边妈妈在旁边吗？不在，就那时候我大学4年级。但你从头到尾家人讲说，哎，是在叫你爸爸笑你，那妈妈不会讲说，哎，你不要这样笑他了啦，因为这个算遗传吗？没有，爸爸妈妈跟姐姐的牙齿都很整齐，只有我。哦，怨死了吧？非常怨。那后来钱谁付的？我自己付，父母都还没有资助哦，没有哎，没有资助。对，你到底花了多少钱？多久时间把它这样那一颗把它弄掉？嗯，我花了10万，然后快2年的时间。一颗10万？对啊，其实也只是前面那一颗排进去而已。要10万？对，10万。那请问一下，我不懂的那一颗到底要怎么做？它是
拔掉吗？拉进去还是拔掉？就是先拔四颗小臼齿，然后再把它往后退，往后拉。对，那刚刚我们好奇说，为什么不把它拔掉再装假的就好，就单独拔那一颗？哎呀，比较省啊。因为医生说装假牙比较贵。啊，装假牙还更贵啊？哦，装假牙比较贵，一颗就要十万哦。哦，我知道。假牙基本上装一颗需要两边的支架，对对对对，所以两颗就变三颗。可是他假如是一颗的话，就比较便宜啊。哎，一颗大概也是8到10万。对啊，两边植牙是贵的，对对啊，植牙，而且你还要打地基的工程，对啊，还要拔的这样子，时间还很长。恭喜你变漂亮了，在丫丫，丫丫现在牙好漂亮哦。谢谢。你本来牙齿是长什么样子？就是很龅牙。哦，很龅，多龅。就是因为是家族遗传，就是妈妈那边全部一排都是龅牙。哦，家人有没有去矫正？没有，我是唯一一个。哇，就那种感觉，就是全那个家族只有我一个考上大学一样啊。对对，是这样子。对，我看一下，哎，看得出来吗？有吗？真的有差，差好多，有点参差不齐耶。哎，你是不是下颚比较突出啊？因为那时候戴牙套的时候，嘴巴会包不太起来。所以那个嘴唇会有点突突的，跟你本来的牙型有没有是下颚比较凸吗？不会，就是上牙齿整个很龅牙。那你戴多久？戴了2年半。两年半，嗯，会被人家嘲笑？不会，因为我还蛮开朗的，我都是很大咧咧的，就是秀给人家看。他这个算轻微的啦，轻微的，我都秀给人家看。哎，这一点呢，我们要真心的要感谢小 S 哎，小 S 戴了牙套，让他觉得说，哎，他是。是漂亮的，让戴牙套变成一种时尚。对啊，他那个时候戴牙套还出一本书，搞到后来明明牙齿不爆的你也要去戴，觉得那个很流行，而且要有各种颜色。对对啊，这基本上在国外一定要都要去做的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就还会看起来哇，那满嘴钻石啊，因为做一颗一颗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像彩虹颜色的那种，他们喜欢分，哎，喜欢红色、绿色那种分也可以，他们喜欢彩虹颜色。台湾比较少看到做彩虹，我都选桃红色的。桃红色跟紫色的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戴牙套最痛苦是什么？就是每个月要回诊，要去调，然后不能吃自己想吃的东西。不能吃什么？牛排啊。然后有一次比较，为什么？是因为它有纤维吗？就是咬不断，你牙齿非常酸痛。对，但有一次还蛮 shock， 就是吃那个空心菜，觉得没什么事，但是它就是一段这么长，然后一半卡在牙套上，一半卡在喉咙。所以我就是下不去，然后也出不来，好，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然后那时候有男朋友，我就跟他说，我就这样一直指着，想说怎么办？后来他也赶快倒水，他想要伸手进来，可是我觉得太可怕了，我就自己手伸进去把它捏断，然后才硬吞下去，后半段把它吞下去。哦，好可怕哦！对啊，怎么卡成这样子？而且它缠在前面的牙套上面，所以我拉不出来。好惨哦！有纤维的东西，所以刚刚听起来就是你有男朋友，还是你龅牙的时候就有男朋友？对，我倒追的。哦，龅牙就可以追到男朋友，好厉害哦！他没有嫌你，就交往后有开始劝我去矫正。但交往前他没有讲说，哎，没有，没有被男生讲说，哎，你龅牙，然后不喜欢你，都没有，没有哎。你很 lucky 哎，就可能比较主动。你刚刚遇到一个喜欢龅牙的，人生还是真的很幸福啊！遇到一个喜欢龅牙的，他是说他喜欢牙套妹，哦，就代表他有潜力啦。有，交一个月爆的，他一定就会去，所以钱是他付的咯。没有，自己付的。哦，花多少钱？花12万5。几年？2年半。2年半哦。哦，但是丫丫这个名字跟龅牙有关系吗？对，就是牙齿。很大的关系，牙牙是也是牙牙，牙牙对，是鸭子牙还是鸭子的牙？牙齿的牙，牙牙哦，牙牙那不一样。哎，所以一直说大牙，以前可能牙齿真的很大。没有，他现在也很大，他现在也是很大，真的。大牙就是大牙齿啊，大牙就因为牙齿大的关系嘛。安琪真的，她这么漂亮，你小时候真的有很厉害吗？龅牙很厉害啊，很厉害。对啊，也是家族。对，也是家族遗传。那有全家都去做吗？没有哎，也只有我。但你不会，你做完做这么漂亮，你不会想说，哎，你是妈妈还爸爸那边？妈妈。你不想妈，你为什么不想去做？我看你。Oh my goodness！
差好远哦。差好远哦！哇，这差好多！修女也疯狂，可差好多啊！ I will follow you， 差好多，很多啊！你赢了，你到十八点呢？真的，我被我同学以为我去整形。哇，你到十八点，你完全就是牙齿的改变而已。对，只有矫正牙齿。这故事好励志哦，真的。而且，就是牙齿，那你是算爆吗？我现在看不太出来是。对，它是整排这样往外，所以我拔了七颗啊。哦，还要拔？对啊，我因为我的牙齿很大颗。一口的牙齿28颗不是固定的，对，它不是把你排进去很固定排在28个很固定的完美的位置。没有没有，因为我的牙床比较小。牙齿太大了，所以才会整个往外爆。哦，所以一件事情哦，如果他牙床小，他把牙齿拔掉之后，他脸是小的哦。对，脸就会瘦吗？对，对，会那个。他是以前7个人住在这个床上哦。对。多了7个人，把7个人拿掉之后，他这个脸就应该变这么窄哦。变窄了，就整个会往内缩。真的耶。哎，对，小尖下，下巴都往后退了。哦，原来如此哎，尖下巴了。所以，我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，哎，也合理嘛。如果人家讲 Angelababy 有没有？对，人家的确，也许人家是做了牙齿，人家改变很多而已，不要乱讲人家。真的，哇，你差好多。对啊。花多少钱？7万而已。几年？1年半。一年半。可是我戴的就是最传统那种大钢牙。哦，很痛吧？很痛啊！什么东西不能吃？咖喱不能吃，为什么？会变成荧光色的那个色素哦，对，那个姜黄，对，姜黄素，你知道吗？但你这样很好，没事舔一舔，你还总是有饱足感呐。不行，两个礼拜回去一次，我那两个礼拜都是荧光色，很恶心。很棒啊，车子也不会撞你啊。我那时候讲话都在变脏。真的哦，不行不行，太恶心了。其实总是我跟你讲，人生总是有缺点，你知道有好有坏，你把它发展变成优点就好啦。永远不要放弃自己啦。而且今天也发觉到，原来用箍牙而已，整牙而已，整个人会变这么的漂亮。真的，是真的。永远不要放弃自己，而且要记得一件事情。最后问一下，请问有没有你变漂亮之后，遇到任何以前抛弃过你的男生或者不喜欢男生？看到你觉得很惊讶的有没有？就是我高中暗恋的那个转学生。你有？有啊，就笑我龅牙妹那个啊。那不喜欢你？不喜欢，他就说我女友是科花哎，谁会喜欢龅牙？他就说女朋友就其他科的科花。啊，后来有遇到他吗？有啊，同学会的时候有。然后他有惊讶你是谁吗？一开始就认不太出来，对，然后后来知道说，哎，是张安琪，然后就故意坐到我们这一桌，然后想要聊天。你要再站起来再给他看，您应该慢慢的走到旁边拿水果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就是这种故意做那种，哦，就是这一种。那那个男生怎么说？男生怎么说？男生就是想要就是留你的 line 啊，留你的 Facebook 啊。哎，你哪一班的？对啊。我怎么都没有看过你啊？就说，哎，那你后来，哎，你现在工作怎么样啊？你有讲说，我就是那个龅牙妹。完全不理他，哦，然后冷落。你看人生有时候就是对那种很讨厌的男生有没有抛弃我们男生？对对对，最好的报酬就是变漂亮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那种心，让自己更开心起来。谢谢各位，有事上奏，无事退场。